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本周五下午三点 ，Star DJ。再过四天就是情侣最关心的日子，不要问我要送玫瑰花还是巧克力。要吃午餐还是？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，你们好，我是林怡韵，很高兴能担任本周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。最近推出了我的首张全唱作专辑《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》Dear You， 希望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都希望能将我的音乐介绍给你。期待在这个星期五下午三点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见喽！我是林怡韵。穿过你的身体。